所以他女孩觉得装错。北京特限定那个驴打滚，跟去年长得不大一样。然后还要了一个新品，那边卖鱼。这个蛋糕只能在合生汇跟国贸两家店买。完了，毁了，不是，哎，拔不出来了，压着。奶油感觉有点腻，芋泥就是乐乐茶的那个芋泥，还可以吧？今天没吃着芋泥，我觉得甜度不高，就是合适。芋泥好吃。其实想试的还挺多，就是颜值都挺那些。对。还记得之前我们俩吃那个投食的那个视频，说那个有没有眼镜的广告找我们俩？神算的老公，赌石能手。结果猜错，这个黑色的是红豆的。哎，聚焦了，是红豆吗？大概是吧，是红的，应该是红的啊，肉松的。俩瞎了，不好意思。有没有那种眼镜的广告让我们代言一下？结果真的有一位小姐姐是美瞳的来找我们了。然后我试戴了一天这个灰色的，我觉得我从早上10点戴到了现在晚上8点，我觉得干的程度还好吧，干，因为我戴的时间是有点长了。
六七个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了。主要我现在戴到八点了，已经戴了十个小时了，是可以一试的。然后这期视频是有粉丝福利的，前提是一定要加小姐的微信，然后在评论弹幕里抽三位小伙伴送那个我那个同款蒸汽眼罩，美少女战士的那个。因为我现在在外边，然后又会把那个照片放在后面，一定要加小姐姐。